们这项任务叫做看不见的凳子。十位成员需戴上眼罩，原地大象鼻子转五次，然后出发抢凳子。时间截止后，抢到凳子的积一分，没有抢到凳子的人淘汰。你坐上去之后被人推下来呢？那就不算被推下来了呀。那现在请大家抽取安慕希奶酪爆浆球，获得组队信息：一层酸奶，一层奶酪爆浆球，美味超有范儿。抽安慕希你们都不积极啊？抽个安慕希的。打开它的盖子，里面有数字，相同数字的就是同一组。你是一，我是一。二，准备，大象鼻子转五圈。哎呦！呀呀呀！哎呦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！呀！好晕！哎呦！呀呀呀！哎呦！哎呀呀呀！呀！哎呦喂！我怎么出去了？没有，凳子在哪儿啊？凳子在哪儿？生气了？没有，没有凳子了。啊！你是谁？是这方向对不对？沙爹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哪儿啊？哪儿啊？这儿呢。过来，找我，过来。我在这儿。这儿呢，这儿拿走了。谁？救命啊！我后面这个人太离谱了。你没有凳子啊？没有凳子啊？走开！这谁？这谁呀？你好，你好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哎，我听到声了。哎，这是谁？哎，我听到声了。哎，那边呢？怎么会有人？你是谁？他坐着呢，快，快拿他椅子。这是谁？我俩一队的，我俩一队的，哦，一队的，一队的，一队的。我没有，那搬他呀，搬滚蛋，搬他，你们。来了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人呢？还有椅子吗？有啊。没椅子了吧？已经是我最大面积了。没看到。哎呀妈呀！不是怎么没抢着呢？总要给他们一点机会嘛，是吧？不让你了，不让你了，不让！刚刚谁发上去？我不让你了，不让你了，都不敢。是我就把你推开了。哎，这两个人你不敢？不敢什么？我谢谢你这么热，让我一累，让我一累。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。可以结束没有必要的纠缠。哎，这是谁？我，你是谁啊？我是我的弟弟。哎，我的弟弟，是我的弟弟。谁跟我是一队的？凯哥。哎。脚不行，你是大大是不是？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是周深。我也不是。原来在这旁边看是这样的。我现在觉得咱们先出来还挺好。沙哥在前面，在你正前面，正前面。
更前面吗？快了，快了，马上了。对了，马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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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人跟上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哎呀，被踢走了。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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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。快点，快点，马上，往前，没有人。加速，加速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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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被踢走了。再往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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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左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回头，回头，往上。什么蒙我呢？回头，往上，回头。不在他们那边，他们那边人只有一个，你往左，听我的，往左走，快点，往左，往左。往左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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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抢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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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，这不是，你是谁？你是？孩子脑子，谁想坐在我头上？谁想坐我头上？大哥，哎，我在这儿呢，何弟。这儿这儿这儿，打斗鸡呢？你在那儿？来了来了！呀，我没有凳子，我坐上去了，我坐上去了。白鹿是高手，真的。刚才白鹿一把搂走了四个亿。我刚抓的是谁脑袋？大大，张大大。大大，我不骗人，每次抓着了我都有一个欣喜。我感觉是凳子，怎么那么像呢？关键手感，它那个大小特别像，跟手感还有是吧？手感稍微软点，比真凳子软点。有一个人一接用屁股坐在我脸上，不是，然后后面有一个人骑在我身上，我都怀疑你们是睁着眼睛玩这个游戏。我要死了！你是不？你是坐凳子不是坐我，你会不会玩游戏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忽悠你自己队友呢？语言干扰。我们俩忽悠一下正常，好玩吗？那我觉得你应该是个好人。嗯，哦，还在分析这个。我是谁？我是律师的。李律师。其实你才是那个最坏的人。对，其实你就是 W 本人，李律师。对，我能自己给自己打电话吗？你找你的助理帮你打电话呀。也是。好晕啊！准备。那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右边，一辆自己人。好，碧晨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右拐，再直走，直走，再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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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里，就这个。好，往前面走，要走，走到羊皮筋那，右拐，右拐，右拐。好，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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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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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拐，走，走，走，别怕，右拐，走，走，走，别怕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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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碧晨，走回家，天津牌照，碧晨，快走，天津牌照是回家的路，快走，快没了，走。谁？这谁？这谁？哪里？碧晨，快走！这谁？凳子在哪里？正台往前走。凯哥，现在你这方向往前走。凯哥，你的右前方。凯哥，右前方。对，前左前，就是往前一点点。左边，前面，前面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凯哥，右边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凯哥，右边。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就你面前。贺弟，哎，你去找凳子，我给你把着。不是，这没凳子，没凳子吗？对，我队友呢？快跟我说凳子在哪儿？你先回到他们那儿，你先回到他们那儿啊，跨过他们，跨过他们。对，到了，到了，快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这个叫做我不好，谁也别想好，是不是？好的，漂亮，漂亮。他又要开始抛凳子了，郑凯加油！漂亮，漂亮。你的右手拿了凳，左手啥都没拿。凯哥，站起来，在你的左后方，左往前，往前，快往前，往前，快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，救他！不能把他没有坐下去，他没坐下去，掐我大腿肉，啊，小腿肉，痛啊！他掐我小腿肚子，啊！现在很庆幸自己第一个出来了。庆幸。哎呀妈，激烈，太激烈了。恭喜蓝队获胜。Yeah!